这是愚人节的玩笑吗？这像玩笑吗？哎，你不是 SNH48 鞠婧祎吗？我前面刚看了你的演出。这个你就别问了。我问你，清月剑是你打到的吗？清月剑，摩天记里那把剑？对，《
摩天记独一无二的至尊法器。对啊，那可是我花了好几天功夫才打到的。嗯，果然没错，怪不得海妖皇会派人追杀你。海妖皇？摩天记里的那个大 boss？ 这个回头再跟你解释，这里不安全，快跟我走。嗯。嘉兰回来了吗？这么晚了，嘉兰怎么还没回来？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进来吧。哎，嘉兰回来了。嘉兰，你是摩天记里的嘉兰？嗯，怪不得我看你的衣服这么眼熟。我们在游戏里见过，你也一定见过他。嗯？啊？太好了。叶天梅，灵力最强大的修仙女神。嗯，不对，你不是许佳琪吗？没错，许佳琪是我在人界的名字。人界？你叫杜小飞，在摩天记的游戏中你叫柳明。柳明和我们大家一起都是仙界的修仙者。嗯，仙界？今天追杀你的人是来自魔界的邪灵武士，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手机中的那个游戏《摩天记》。摩天记不仅是一个游戏，也是三个世界的交汇之处。这个世界分为三层：仙界、魔界和人界。魔界统领海妖皇一直妄图统治人界，而我们仙界一直保护着人界。今天你被追杀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得到了海妖皇想要得到的法宝——清月剑。哇！清月剑的法力强大，有了它，海妖皇就可以打开人界和魔界的通道，让他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人类世界。那怎么办？要不然把它毁了吧？不行，以我们的法力根本做不到。那我不玩了总行了吧？我把它删了。没用的，海妖皇已经找到了你，他一定会不断地派人来追杀你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清月剑封印在你的身体里，这样他既得不到清月剑，更不能伤害你。你是普通人类，无法穿越到玄虚仙境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叶天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海妖皇，
你真以为我是为了金月剑？在玄虚仙界，没有什么法宝比你的灵力更强。等我夺舍了你所有的灵气和魂魄之后，我随时可以召唤出我的大军。叶天梅，我怎么没事？你有七月剑护体。那叶天梅呢？我们去救他。那只会白白送死。我们加在一起，都不是寒瑶皇的对手。送死我也要去，都是因为我，叶天梅才会被抓走的。我就算拼了命，也要把她救回来。你是人类，无法穿越到玄虚仙境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唤醒你在摩天祭里的身份，柳明。我要怎么做？只有一个办法，炉鼎。炉鼎需要我们以最亲密的方式将灵魂和肉体连接在一起，以我的身体为炉鼎，为你打通所有经脉，唤醒你在仙境的法力。我们两人必须身心合一，融为一体。天地间有你我的缘，交汇在前世和今生之间，忘不了你一身的融雪，回想在轮回的夜，回忆的瞬间，看见你的眼停留在最初，和你遇见，放不下今生的一段缘，消失在山的另一准备好了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去把叶天梅救出来。仙界最纯净、最强大的灵气，就要是我的了。住手！柳明。原来你们已经炉鼎了，不过也一样，都是个死。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绝望。
醒醒，醒醒，嘉兰。清月剑了。现在在你身上，你可得给我收好啊！哼！嘉兰，嘉兰，想要救他，就来我的海妖皇宫吧。逃走了，但不是永远。我发誓，不管他躲在仙界、人界，还是魔界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不管有多危险和困难，我都不会放弃。就算赌上我的生命，也要救出嘉兰。战斗才刚刚开始。消失。